受到哈萨克表示难以配合产油国减产协议以及美国原油产量持续增加等利空因素影响，本周国际原油价格走跌。中油公司依照浮动油价机制计算，宣布从12月11号凌晨0点起调降各式汽油价格每公升0.1元，柴油价格每公升0.2元。中油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26.1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27.6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29.6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3.9元。台塑石化则是从12月11号凌晨1点开始调降油价，调幅与中油相同。台塑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26.1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27.5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29.6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3.6元。